一贯道天台交响乐团新世界幻想音乐响宴，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秀煌。首先欢迎各位今晚的莅临，相信今晚会是个很美好的夜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感谢今天的主办单位，也就是一贯道慈善功德会。现在就让我们邀请一贯道总会高雄市分会理事长，同时也是承办单位一贯道天台交响乐团负责人蔡武章点传师上台为我们致辞，请热烈掌声。我们苏副理事长，还有各位一贯道高雄市分会理监事，各位现场的来宾，各位情形大德，大家晚安。今晚的音乐会呢，是由我们一贯道慈善功德会所主办，那么一贯道天台交响乐团来承办。那么天台交响乐团呢，几乎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差不多6、7点到9点半，我们这个交响乐团的团员，都在我们的天台音乐室做一个训练跟团练。那么天台交响乐团是我们道场坛主及青少年，以及一些热爱音乐的人员所组成的。他们这段期间呢，非常的用心在练习。那么今晚他们以最热忱的一个演出来呈现给大家。如果他们的演出如果很精彩的话，希望现场的所有来宾就是不要吝啬你的掌声。那我们都知道音乐呢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感情的。一个好的音乐的一个表演，它能震撼人心，它能启发我们心灵的一个愉悦快乐还有呢让我们能调整我们的心境。所以音乐能跟每一个人产生共鸣。那我们知道一个人接近30岁的人他能启发我们的心灵的智慧，深入经藏，人智慧如海。喜欢行善的人，他的福报会越来越大那么喜欢音乐的人，他的人生会更完美。那么今天一贯道天台交响乐团在这里演出，能祝福大家家庭快乐吉祥平安健康，祝福大家，谢谢。好，我们热烈掌声谢谢我们蔡武章点传师，同时也欢迎今晚莅临的各位贵宾。好，刚才精彩的打击吉乐合奏开场演出为我们揭开了今晚的序幕，接下来要正式进入今晚音乐会主题新世界幻想。我们将运用视觉与听觉融合，为您带来一连串精彩的演出。第一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简称为《新世界交响曲》的1小调第9号交响曲，作品95，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弗扎克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作品，创作于西元1893年。今晚要为您演奏的是第4乐章，乐曲充满了激情与活力，有着强烈的旋律和节奏，展现了德弗扎克对美国大自然及文化的丰富感受。首先，
让我们掌声欢迎乐团首席王毅贤老师。现在，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指挥庄元硕老师以及一贯道天台交响乐团。
Thank you.
才我们所欣赏的是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的作品，扎实的音乐技巧果然是历经百年却仍备受重视的佳作。紧接着我们要进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咯，是大家很熟悉的动画音乐。一提到动画音乐，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宫崎骏。是的，宫崎骏是日本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之一，他的音乐作品旋律优美流畅，丰富的情感表现正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我们为大家挑选了其中非常著名的代表作《龙猫》，这是个充满着童趣与想象力的故事。今晚我们将为您演出一、二、七、八四个乐章。相信在座有不少来宾都曾经听过片段的旋律，在这个篇章我们要一起找回最简单的快乐。热烈掌声欢迎冠道交响乐团为我们带来的《龙猫》组曲。Thank you.
是乐团的乐器，就属打击乐器了，尤其在乐曲进入高潮时更为重要。竖琴、钢琴以及钢片琴的华丽音色，为乐团增添了许多灿烂缤纷的色彩。
茶炉品尝味。
诊所乐曲中有细腻温暖的情感诠释，也有豪放壮阔的慷慨激昂，是很特别的组曲，非常值得一听。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乐团为我们带来的《道歌新韵》。Thank you.
现在我们中场休息15分钟。